没错，这个穿上去就是立刻有大学生的感觉，很可爱。而且它的这个小口袋，它有分两个尺寸，然后呢是 S 跟 M 号，但是呢这一件它没有任何的就是拉链什么，你就是它这边就是做抽绳的啦，所以呢它会比较宽宽的，你就是直接这样套起来，然后再把这个抽绳绑紧。在这个腰间处它有扣子，然后它有两格，有两格的扣子，你可以去调那个长度。因为它是扣子的，你就可以把这个扣到这边，然后这个扣到这边就交叉了。就是这个吊带扣就是要搭这个，超好看的。而且重点是它真的不会透，它做了一层内里。而且我告诉你，我刚刚发现它更贴心的一点，你看它做了一层防走光片，你看这个就防走光，你的内衣就不会跑出来了，超贴心的。这件衣服我真的觉得它太过分。你来再给你们看一次，做内里旁边还给我防走光。或是搭这种裙也可以，哎、欸欸，很可以耶！你看，我告诉你，它不是直接做削肩，让你觉得你的手臂整个露出来，它是做这种荷叶，就可以稍微的把你的手臂先修饰起来。我觉得这件衣服太棒了，对 ，Number One。